我食了七八十回啊。我囝甲我讲，你爬危险啦，唔好爬啊，啊唔好爬。三层爬安来，哦，我五个月会不出力啊，拢关起来底啊。啊我是沙沙爬起嚟啊，啊去买菜。啊只后摆家属我哩讲，家属那用完，家属要安那做啊？生活问题无伊，人生就无伊啊。我食了七八十回啊！我囝甲我讲，你爬危险啦，唔好爬啊！啊，唔好爬，三层爬安来，哦，我五个月会不出力啊，拢关起来底啊！啊，我是沙沙爬起嚟啊，啊去买菜，啊只后摆家属我哩讲，家属那用完，家属爬安那落来，哦，无啥个，啊。餐地饭啊，免煮啊！哦，这是生活问题哦，就等于啊，啊，人生生活问题无，人生就无啊。恁之前敢有甲迄起厝人？建商敢有？甲我讲过，甲我反映过。建商有惊法院啦，哦，都伫屋前下头伊庙写辛苦的，啊，辛苦讲。要求，我去调解会调解啦。啊，我嘛去申请调解去。诶，主任委员讲，你调来闹物件。哦，啊，伊则讲看卖啦，我看卖。啊，过两天啊，阿三嘛来我遮，我带伊当场看。我讲你小看解一事哦，不要紧。你卖都讲甲断掉，我希望讲。有关单位啊吼，替弱势百姓甲哦来看嘛，看是要安处理哦。啊，我是实在我这唔是假的啊，你着听看听，如果完全无做假啊。啊，我这徛伫卡嘛皮皮穿嘞，体力即嘛无啊。